我不夜还你的手。城塞屹立不摇，衰如棺材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动，时候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耶、yeah, 来吧，挣扎越好。
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。臣在，你免不了。冰帽和钢帽三好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，没多少时间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不要再犯错了。安可，安可，寒冰剑。你的灵魂属于我的人。在哪里？神王，神王。没多少时间。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我们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
好。烈焰风暴。把我的血献给乌鸦王。骨头大军毁灭一切。需要棺材。
用吧。哦，来自虚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我们的木马鞭炮起爆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出了一切，应该要有回报。不要再犯错了。太迟了。
苦。你对我们来说还有用处。抽血比止血更容易。赤红的太阳升起。越挣扎越好。再犯错了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前来报道。我的委托人有着奇瑞安的心肠，前来报道。
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动。我的心脏一直狂跳。愿圣王拯救你，他拯救了我。再加点辣！前来报道。需要棺材。建议我闪开吗？一种机油。我要来赢的。
孩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自由。冰冷的决心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要是我们的外壳破裂，你的心脏也会停止。我们的隧道很深。众生和平共处。
隧道三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快逃啊！跑快点！这个时候，不准碰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再屹立不摇，我不准碰羽毛。快逃啊！跑快点！人都在你脑子里。全都在你脑子里面。越挣扎越好。哥哥都说有棺材，冰冷的决心。Yeah, boy!
终结一切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，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，不要再犯错了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你打败我了。校园的吗？个个都需要棺材。在哪里吗？水火，水火！
样。价格差不多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，你出高言先生。死者会听我号令。死者会听我号令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错误，容器过热。我们的秘法天赋启发了我们。衰如棺材，个个都衰如棺材。我的力量从来都没有消失。之民，征服一切吧。谣言醒了。
这场你真差越好，价格差不多了。这是我最好的作品。
受苦。我们的秘密先是西巴鲁赶外会骗好乌鸦王，我们的冰上天赋保护了我们，再屹立不摇，
冰冰之我心，我照办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这有违我们的理念。痛啊！这片土地。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我们的照顾。哥哥的衰弱观察。有同学知道新艾萨拉在哪里吗？